钟欣桐这天出席品牌活动时，看到活动上展示的母女装，阿娇似乎也很有兴趣哦。不过当然不是买给自己。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我的干女儿冷脏脏，还有她妈妈，因为她有童装，就是母女装的系列。看到阿娇这么疼干女儿，会不会将来也想生个女儿啊？其实我有几个干女儿啦，都很可爱。没有想要男还是女，我觉得生出来都会很爱她，就没有特意想是什么时候。我觉得有压力就未必能生出来啊。在生女儿之前，应该要先把婚礼弄好吧？还没，就是我现在还没确定要在哪个地方住，就是签字啊。没有，最近就在忙录音啊，要准备演唱会吗？我们有个巡回演唱会在美加，我们那个就是巡回演唱会，就是 based on 香港那个 LOL 演唱会。不过听说不是有个婚前单身派对，顺便给未婚夫赖宏国庆祝生日吗？现在没有什么安排啊，其实也不是单身啊，对，就是我，就是 Michael 也会参与啊。另外，容祖儿说会送婚纱，阿娇迟迟没挑好，祖儿就叫她不用客气，钱不是问题哦。是吗？她有这样说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觉得不是看价钱啊，就是看漂不漂亮。对，我还没挑啊。我觉得要是有可能，就是会约阿傻或者是祖儿一起去比较好。这时候不是应该带未婚夫一起去挑的吗？不过最近两人好像很少见面啊。最近是蛮少的，因为他比较忙。对，会不会帮未婚夫赶买在港码着嘅衫？他自己已经弄了。居然婚期还没定，衣服就先挑好了。香港报道。更多精彩，请下载中国蓝 TV。